上玩噱头，五月天力邀刘德华客串新闻主播。天团五月天上周末到香港开唱，众所周知，五月天演唱会一向以激情疯狂著称，香港场也不例外。五月天以2012、爱情万岁、DNA 三首歌曲拉开序幕，让歌迷嗨到爆，全场起立狂跳，场面实在盛大。为了区别于以往的诺亚方舟演唱会，也为了不让粉丝看腻，这次五月天还特别找来天王刘德华来助阵，让华仔变身新闻主播播报新闻。这份附带的意外惊喜让现场粉丝陷入疯狂。以这个命名为诺亚方舟的长天对撞机计划。乐翻天综合报道。